好的，欢迎回来，今天下半场第五场比赛，那么紧接着要登场的呢是 PSG 对上的是 MFT、哦、那目前 PSG 的战绩呢是已经来到了应该是联赛的第一名了，没错，十连胜的一个成绩、哦、那在这个对手的 MFT 这里的话则是四胜七败的成绩，还算是比较中后段的、就是、MFT 比较可惜就有点开高走低、嗯、就是在打赢了 BYG 之后呢，其实大家对他们的期望蛮大，但后续其实表现就有点差强人意。那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请说，就是其实在本次的赛事是由 Red 和凯瑞行销共同主办好，那当然由中国信托银行 Calibre 神马赞助播出，同时呢官方的粉丝专业以及 Low Esports 网站都可以查看最新的赛事资讯，同时在6月3号之前呢刷这个信用卡中国信托英雄联盟的信用卡，想指定的游戏赢各种的优惠 10% 啊，直接回给各位，以及 Disney Plus 以及那个 Netflix 啊，各种的戏剧平台啊都是有的啊，大家可以来自行来申办。那讲回到比赛，因为其实 PSG 目前看起来的话是在对的事情上面做，因为在对的节奏上做对的事情、欸、他们不太会去做犯险的那个操作、啊、所以就是讲直白一点就是他们不送、不送，然后做对的事，降低失误嘛、嗯、因为其实营运上面的话失误是最可以避免的，打团一定是你如果今天有个好有个人空个 Q 说明就失误了，或者空个大就失误了，但目前我觉得 PSG 他还是在一个算是队伍的上升阶段，他们持续的在进步、嗯、不管是配合越来越好或者是彼此适应自己的打法也越来越好，再来就是我觉得 PSG 的这个 World Champion 教练是真的有料，有料，就是他选角就是非常有一套体系，而且基本上现在就是围绕着那个体系在转，不管被 ban 掉什么角色，他都是可以找到另外一只角色来替代的。再来提一个吧，我觉得主要在于 PSG 各路线没有，就其他队伍惩罚不了他们啊，对。就他们的打线实力，就算可能大家可能对贝的质疑比较高，但他的打线在 PCS 也算是前数一数二的，就是稳稳的嘛。你也压不死他，你也压不赢他。那Juhan 可能他的前期的 gank 能力是这几场也才慢慢浮现出来，在前上之前三周的比赛也没有人能够制裁他，所以这也是目前 PSG 最可怕的地方。还有火龙吧，你看他最近近期这几场比赛，至少这近三场两场都是纳尔这种角色、嗯哼，然后他因为他是蓝方 BP 优势上的话，他也可以先亮这种万金油的英雄，就是他拿了一些可能会被惩罚的角色，但他还没有被惩罚过、啊、这个就是个人那个选手的 ID 的问题。你也提到了嘛，就打纳尔不就无非就那几只角色，就是杰西啊钢普啊，对啊，可是这些英雄在联赛中的上路要还的好的其实也不多、没错，就这些上路选手也不多，所以变成变相的就是在哈纳比身上他找不到任何惩罚点，他就可以肆无忌惮的这样玩。你看像刚刚那一把第一场的比赛嘛， DCG 他那个时候在拿纳尔的时候，他一开始出完破团战斧之后边线就无敌了，再出完三项之后那边线真的不用打，哎，对，所以等于是没有人可以在纳尔，就他的纳尔，或者是说在他选用的英雄还没有长起来前，在他发育的时候你就要处罚他，对，但他从未受到惩罚。而且我觉得 PCS 赛区这一季蛮明显，就是大部分其实队伍都是上路放着自己玩，对，不像其他赛区还是会特别去针对几次让这个加速通关，没错，对，所以在打野位上面可能可以要考虑一下，在对到 PSG 的时候或许往上路看可能会是更好的选择，因为你打下路线说真的凯文的防 gank 意识我觉得也算是够好的。这个 FBV 是什么、啊、First Blood 被手杀率哦，被手杀率哦 First Blood FB 一定是 First Blood 哦，那这个被手杀率蛮高的，没有，那是因为什么，他差一点就手杀别人的哦那你很会说话耶，对啊，他差一点就手杀别人，那我这样子上去拼我当然会被手杀啊，哦，合理吧，那 100% 的不就是你死或者我就是，好像死了很多次也是，我差一点就杀了。对啊，差一点就杀了。没点的、啊，对方没闪没点啊。来到蓝方的 PSG 对上红方的，好狠哦！这下卡利跟那个蓝王直接按掉，不跟你玩。我再一直关。哎、欸，可是杰利要开出来嘞。我觉得杰利要按按掉，那就三 AD 全 ban。三 ban AD 跟三 ban 上路哦。那这时候会什么呢？这时候就是 Unify 的角色还要开出来。我现在就先抢打野。是打野，先抢打野。人马啊、人马造型，先拿一支。造型也不错，但其实有嘉文、又是雷兹。就对于 Juhan 来说的话，还有人马造型、嘉文这种可以选。我觉得费的雷兹真的是玩得很有趣。是。他的雷兹不是那种打线可以宰制，但他的这个开车真的很有学问。哦。他总是可以开一些很奇怪的车，然后去做到一些很特别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。很多人开车是开零车会被处罚，但他怎么开都不会被处罚、哦。然后他要么就是60，要么就是100。哦，对，其实他的开车真的，大家来了看是很有想法。最强的上野没有理由输的阵容，这不可能输的上野输啊，这个没有东西能打、啊。这个选出来就是无敌，这两个字只有两个字，一个无一个敌两个字。但我在想，这里哈纳比会不会拿船长去打？
因为其实可以看到之前 Raze 跟 Hanabi 的船长是可以打鳄鱼的，是对。那我觉得关键是 NFT 的下路线要选扛的角色，因为你基本上就是这样打上中野。有啊，近啊，菜雅也可以、啊、混的 啊，对，就是混的嘛。哦、啊，这里菜雅先抢，哎呦，菜雅瑞空、啊，这个就是 World Champion 的 BP 嘛，因为之前他们也是用菜雅打近，那这里我抢菜雅，你只剩近，就他知道你要选混子，我的下路还是优，对，而且菜雅呢是可以完美避开戴安娜的那波大劫，哇，那个羽毛再一扯。哇，那要再更混一点了，我就进很混了，就是、哦、这个哦，还是要一者啊，也不能说混啦，一者可以打菜呀，他可以对线，好的，混就是不能说混啦，就是说对线比较安全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会觉得 easy 也不错、啊，一者不错，因为一者是可以对菜呀的，而且一者在灵活度上更不需要队友，没错，对，难道我们要靠一者了吗？其实这一季没什么一者，对啊，右边还是这里上直接那个铁了心的上中野直接全选了、啊。小炮，哇小炮，哇哇，这个有没有可能是中路小炮呢？我在想他的辅助会不会，哎、欸，当然有可能是中路小炮，而且我在想他的辅助会不会选瑞尔？对，直接跳上去硬起，他可以跟戴安娜连线的，没错。所以，哇，这个右边是一个这个好老哦，错位阵容。右边如果是小炮加瑞尔，那很老哎、欸，那个已经是瑞尔刚出的版本。而且现在鳄鱼也可以摆中，他们的这个错位是错中错，蛮丰富的。是，嗯，但在左边这个 World Champion Coach 的眼中。这一些换来换去都是错的。好，就先分打野嘛。这里李欣可能要按掉了，因为其实 Juhan 的李欣、欸、虽然玩起来没有那么溜，但在这一把还是可以考虑按一下，不然对方中野有点强，而且戴安娜可能会没办法发挥。我就会按嘉文，因为前面确实是有针对他的嘉文去按。我觉得这把嘉文可能不用按诶、欸，如果这个鳄鱼可以摆中的话，嘉文是没差的。对，而且其实戴安娜蛮扛嘉文，就是这个嘉文是不太能捅戴安娜的。因为现在有赵信没了嘛，哦熊怪，熊怪啊，就把前面的强力打野都分掉。那左边的话就有像这样说，嘉文、李信跟维尔哥，这些是巨汉会玩的，所以选择也蛮多的。关键是他们的这个辅助要拿谁？雷欧娜跟纳利鲁斯可能都被压掉，难道真的是瑞尔还是牛哦？古老的东西，塔里克加炮鸟，这个太老了不行，那个太老了，但这个很强哎。这个抓到一波失误就要偷、欸，我觉得是瑞尔啦。我觉得瑞尔比较合版本、啊、我觉得是瑞尔啦。那如果要再长的话，就再选错位角嘛，因为他们的中上棋都会玩赛特，再选赛特再上中辅错。那其实无敌哦，对，这样不错。对、啊，赛特不错，就 BP 看起来很美。塔里克也可能啊，就 E A W A Q A 打塔里克打那个野河，野河哦，养狼，太老了，太老了，最老。不过赛特真的有赛特有搞头哦，瑞纳达。哦，德莱斯克是你毒女，应该是辅助位，应该是辅助位，因为他是可以打药的、欸，他可以打药在小炮身上，然后加攻击。但小炮还不一定会是 AD， 小炮如果是中，而且之前不是、欸、会不会是我们那个吗？我们刚刚提的，我们今天聊的那个啊，就是三娜瑞娜的，对啊，有可能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小炮之前有一个版本也很久，也可以打上。哦，对啦，那个是真的很久，所以其实这个错位真的很可怕、欸。那、啊、会不会摇到他们自己都晕了？其实他们会不会选到这里已经不知道在选什么？就是我瑞纳达选下去，没有，就是哎、欸，教练有什么可以错位？嗯，炮也不错，鳄鱼不错。哎、欸，教练我们最后怎么错？我好像选错了。哇，右边现在的这个 BB 很悬、啊，很悬。你看，就是纳尔、欸。其实左边就选的蛮标准的，对啊，就是蛮标配的啊。而且你知道左边这个阵容打野换成嘉文就是昨天他们玩的吗？是，就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。哦，那就是压力就在 FD 这边嘛。是，来看看。哇，这个最后一选，来个打个药吧。来个猛的吗？蛮王没了嘛。还是来个牙术啊？贾克斯。牙术啊，牙术戴安娜、啊。别的赛区，LEC 有这组合就是直接抢啊。哦，这个很难选、欸哦。很难呢、欸。教练都。就是想很久、哦，还是鳄鱼摆中，然后上路拿一只康特纳尔的杰西出来了吧？哦、啊，凯、oh, 能，凯能也可以打纳尔。哦、oh, ，我看懂了，他要让瑞娜大绝把一拳全部在里面乱打，凯能进场电全部。哦、oh. ，我看懂了，然后带他进去吸五个人。这个是什么建设？这是什么建设性团战啊？而且你知道炮娘有个异曲同工之妙，这个吉克斯很像，收了一颗头就可以一直跳再跳一个。没有吉克斯没关系，我有炮娘。马里欧阵哦，里面选两个矮子，对不对？马里欧阵跳跳跳跳跳。哇，这个我选 PSG 啊。啊，讲半天。
我理性上我会投 PSG 啦，因为他们昨天这个阵容玩得很完美。我们还是要有点理性的。对对对对。因为上一场把感性用完了，这要理性一点。對對對，上一把真的是气力放尽。我们上一把是感性 max。对 对, 對。那这一把呢？我觉得选角很有意思了，就瑞纳达的登场。而且这是其实各个赛区就 LPL 有出过，LPL 有出过，然后 BGS 之前有出过一场。对。这是第四方好像有出过一把。对，那这一把哇，感觉是大招哎、欸。因为瑞纳达的打线。说实在，我包含我跟一些选手研究过这件事情，打线真的偏弱，在遇到很多强开型的辅助的时候，其实你在打线上会对不赢。但对瑞空应该压力会小一点，小一点，小一点，小一点。但哇，这个还是很考验选手，因为这是角色真的是刚出没多久，太棒了。我只能说怎样，就是新角登场啊，哦、然后大绝有画面嘛，因为有些选出来新角选出来你没画面啊，这个是有画面的啊，有画面，有画面。那个毒物狂暴毒物一起放，有没有？放完大绝大家打在一起，这个不就是内局最讨厌的阵容吗？你就慢慢大不是，可是你可以想得出画面吧？我想得出来，我想得出来，就是他那个没有，他们任何人先手都可以，反正有瑞纳达可以打药、啊。他的毒物只要有轰到三个人，其实凯能进场就直接全电完了。说实在，两个就够，两个就够，两个就够。对啊，你只要有轰到复数的人就够。是，可是那个飞的有点慢，大概速度就是以前的现在的茂凯大绝那种感觉，再慢一点，基本上可能再慢，而且他的。宽度又没那么宽，是哦，那就看一下这把他的发挥。而且我自己是蛮期待 Taco 这一把的对线可以打赢多少，因为凯能打纳尔前面对线是会有优势的，但就是重点是你能优多少嘛。然后中野应该基本上是不用太担心了，这个鳄鱼加戴安娜我真是没看过会输的，所以鳄鱼加戴安娜太强。中期 FT 绝对是要去 B 团，但我觉得他们这一场最可怕的是他们的敌人是 PSG 最会是跟你打营运，我就是不打团。对啊，我就是跟你在那边拉拉扯扯，然后营运完事。啊，说不定他看不懂这个瑞纳达可以干嘛，我就先不要去下路碰团。不是因为什么打不赢，是因为我看不懂。对，不是，就是可能会有风险，会有意外啊。那我就先不碰，对不对？我先不要碰，后面再说。这根眼是，他是没放好吗？至少要放在草里面吧？还是他其实是要看六娘那边？我、哦、就都看一点是不是？对啊，那么贪心，那是一定要啊！再看一下、啊，这里雷兹过来放眼，哎、啊，有被看到。那这里单开应该就被知道。哎、欸，他这里哦，应该没办法避啦。如果有把视角拉到六鸟那边的话，是没办法避。其实这场的看点就是新角，等一下在团战会怎么打嘛，然后在他打线的强度是一个大家比较问号的事情、欸。我觉得打线上应该压力前面没那么大，是因为这刚上前面的比赛有说，蔡雅现在前面第一波、第二波的对线没有那么强啊。对，那反而是说不定这里瑞纳达一个什么神拉、啊，把他们那个空隙喜欢在一起，把抓在一起、啊、拉开啊，然后炮娘就踩上去。那、欸、你看被抬飞了，哎、欸，但还好，还可以，还好。而且我看了一下，我有看了一下那个瑞纳达的那个背景故事，他是佐恩最富有的科学家，然后他的招式名称都跟钱有关。哦，很 rich， 超能力是 rich、啊。我记得他的被动是唯利是图，然后大脚好像叫恶意收购，所以等于他是。强行用钱收买别人、哦，嗯，每个人都有一个价码的啦。这肯定啊。对啊，之前我有看过你在开台的时候动来动去的嘛。啊，那是因为我的价码到了。你也有动好不好？你手在那边追我、哦啊，你有没有动？我有动啊。对啊，嗯，大家都有一个价码的嘛。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没办法说服自己嘛。对啊，我过不去啊。别人说服我了、啊，我过不去啊。我内心的声音就变得比较小声了，那就。闭着眼睛就过去了、啊。对啊，在这边两边大家都全刷啦、啊。我比较好奇这个下路会不会一开始就有一个激烈碰撞？哦，这根眼是谁放的？好像鳄鱼。鳄鱼。哦，很灵性吗？这个眼很学问，说明是研究好的。重点是他是什么时候有空过来放？他是抽哪一段时间过来放？那雷兹这边是推完线嘛，就直接赶快补扣一波，然后这个 TP 省着，然后直接回线。那这个下半部的河蟹争夺就蛮有趣的，目前看下来 FT 占优，可能 PSG 的理性要回刷这个上河蟹。嗯，不过还是这里理性要狠一点，直接过来 gank。好像是伤害高哦。但三角草其实已经被放眼了。瑞娜达普攻可以造成额外的伤害啦，然后标记敌人，然后如果队友在打的话会有额外伤害，所以其实刚刚在看换血上面的话，好像瑞娜达并没有太烈。我觉得瑞娜达他的技能组最大的问题就是。很慢，而且又不致命。嗯，对，它不像是什么，像是摩甘娜 Q， 虽然飞的也很慢，但丢中的话，对，就要死了。对，它的角色的性质就是还比较特别一点。哇，那这里他要双河蟹开局哎，直接走出来帮推。哦，这个，没办法，理性选择全刷的。那这个戴安娜前面是蛮优的，刷六对戴安娜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对，不过菊汉也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选择往中路直接走过来。对，那理性的话。
看一下他能不能做什么，因为中路是个鳄鱼的话，真的要配雷兹去做一个闪现定击杀有点难。他感觉看不了这个河蟹了，这河蟹看不了，看不了，一定没有。而且这里打起来的话，打架吗？他有优势，他有补过装。是来个665对决，要逼闪，哎呦，而且这要单杀嘞，带红来黏住，盾也上来，鳄鱼赶快保护一下。想要往回一踢，不过伤害不太够。橘汉这波的首杀是单人打出来的，另外一边鳄鱼也跟着被放倒了，人头由被拿下来。这个中野的联动，单人就打出来了。我觉得太不小心嘞，像你讲的补过装啊，伤害差一段了、啊。补过装这个就是哎，抬起来，目标是瑞纳达往前闪现下来，硬手打药在自己身上啊，哇，踩到，哇，我突然看懂他的玩法嘞，自杀流、哦，对，就是他很像那个狂暴药剂的感觉、我直接往前闪，吃完伤害之后，我重新站起来，然后一点。这个真的离斩杀有点远呢，因为第一个是他们是带虚弱的，然后对方的蔡雅瑞空是虚弱加点燃，所以他的爆发伤害跟吃掉对方伤害的这个伤害比差太多了，离斩杀差太多。我这个硬拼感觉就有点炸了，因为这波瑞纳达是没闪的，他基本上等下也不能压线。他刚刚闪上去打的啊。很像是他赶快把药打完。他们觉得伤害可能够，对，他们觉得可能伤害够，但没想到先撇开小炮的第一个踩有踩中，但第二个没踩中，这个伤害真的差的太多了，很远了、啊，差很远。然后这个中野其实目前现在有点小崩，而且我看他带虚弱了，所以其实你硬拼二 v 二，我觉得凯韵这边带点燃会强一点。其实两边都带虚弱，其实两边都伤害不够，但你后续对方多一个点燃嘛，而且小幸运这边要带进化、嗯，所以他这样子刚刚如果左边是 all in 瑞纳达的话，就是四招在打你三招。对啊，所以就是瑞纳达刚刚往前打就不太明智。哇，我觉得这一把可能 FD 要找一波大的机会，这里如果没有在前期打出一个节奏，这把就要走了，因为他们这个是一个很前期的阵容，可是目前他们的中下野都是炸的。哦，凯能也赢不少，47到38。对，这个帮推。确实是在瑞纳达这里感觉冲动了一点，或许是新体系吧，就想说 MAT 想说，哎，趁这个机会试试看，就打到像 PH 这样的强队的时候，有没有办法打出一个奇效？那这个开楼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这个时候鳄鱼还是很强，哎，还是很强，而且他已经六等了，所以这里就是吃龙，但对于 PSG 来说影响不大，因为这毕竟是个风龙，而且才第一条。现在 PSG 的目标一定是放在预示者这边，没错，对，所以这边李欣先可以先靠个下，然后把下的事也做起来，下推完再去打这个龙就好了。FD 感觉在等团呐、啊，我觉得可以等团再看，因为前面其实都发育嘛，就像前面我们看的那几场，其实现在都是发育。我觉得 MFT 这种阵型就是等团就可以知道到底这个瑞纳达选出来有没有料。我现在担心的点是他们就算接到团的会不会赢，因为他们现在真的有点太烈了，这也是劣势方要玩这种拼团阵最。残忍的地方就是我真的开到，但我不一定会赢。对对，那个伤害差距如果真的被拉得太开的话，但中野联动了啊，在动了。中野联动开始跑了，开始入野了。哇，这个如果野区又遇到的话，可能六六我要炸哎、欸！我遇到了，看到了。看了一下，往前踢，一次赶过来，戴安娜回敬了一整套啊，这里就打一套，然后。关键是预示者啦，但预示者这里对 PSG 来说已经占优，因为他们这个下路线已经压到对方出不来了，那下路线都可以先往上半部移动，而且，上路线哈纳比还有一个 TP 哦，所以真的要打往前点，目标是 Well 小金鱼，小豹直接往后闪，哇，这个是利用蔡雅瑞空那个飞行的距离耶，把这个距离的 CZ 打得最满，瑞纳达也被绑住，下路的整个优势已经是由 PSG 双人组自己建立起来，如果 FD 这波要打预示者，这一波下路回补就要直接往预示者靠了，但。这就会变成殊死一战，这个预测再打输就没了。来看一下这个团好了，这是一个三打三，中上野的夹击，先把红 buff 给拿走，哦、已经来到六级了。而戴奈尔是往前，但此时凯能进场的伤害很高，一个大绝闪电直接把橘汉给电死。晕吗？想走，这里坐车把被。这个血量哦，最后还差了一点点被是逃脱了。对，那这里就直接开预示者了吧。这里我觉得 PSG 上中野好像有点贪心呢、欸嗯，因为第一点是纳尔好像是没有怒的，他们还选择来打这个红。哎、欸，点到底，点到底，哈纳比在这个地方找到猎物了，被也赶过来，什么意思？突然捡到钱，怎么没有队友来帮忙吃啊？突然捡到钱，我觉得是不是六六五有点想偷鸡啊？我觉得这一定可以吃，可是重点是他线上队友不来。对啊，因为就感觉很像是队友说，哎、欸，我回去收一下线，然后下去的时候刚好被抓到。这里橘换倒了，然后雷兹是在他们的刚刚最后的画面是没有血的，所以最多就是纳尔能来打。那这个预设一定要控嘛，因为他们是一个比较吃节奏的阵容，他们得去把这节奏打满，但中上不来。所以变成说这个戴安娜有点尴尬。那以你的看法的话，中上不来原因是想要接兵就贪，就一个是贪，所以不能说他偷鸡，就是他这绝对不是偷鸡，因为这绝对是开预示者的好事。好，那我收回。
但我只是看到刚刚那个地方，想说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他下来之后变成，哎、欸，火龙跟贝两个人刚好站在那边等他，有点怪啦。说实在，第一波进攻其实 PSG 这里是打得比较大意一点的，是，但后续就是变成 FD 好像，哎、欸，想说这一波应该是可以稳稳拿下来，但没想到对方的感觉还是输在经验吧，嗯，就是他可能以前遇过的对手不会就是哎、欸、已经没状态不能接了，但过来看一下，对，但这一波就是那个纳尔过来看一下，哎、欸，怎么你一个人在那边，而且知道你是没有位移能够动的，我就直接收掉你。在 MFD 的视野消失前的 PSG 中野跑动有被看到，所以塔口已经推到很后面去了。哇，那这里就六六五是打迹象交换的、欸，而且好像是有被眼看到的、哦，所以这个上塔是要被点的。而且李信这边是打得比较贪心一点，他其实丢这个预示的话上塔就掉了，欸、但他可能想要养。Unify 跟凯文好像有意识到，来了，过来抬人，那伤很高，一波暴打羽毛丢出去。六六五直接被放倒，完全没办法打、欸，完全是靠意识在打。我应该说开着地址在打了，因为你已经知道六六五走进来了、哦，所以隔墙放一根眼瑞空就直接过去控了。对，那我这样好像已经有点炸开了。哦，炸裂了吗 ？MFT 炸了，炸了。这里是抓到了一个凯文的位置，但是选择回头打这个瑞纳达的 Unified， 哇，一个虚弱，把对方的虚弱给逼出来，因为太容易了，都有点简单呢、欸。对。而且只是走过去普攻一两下你就交虚弱了。因为反这边也是稍微可惜啦，他那羽毛回刮的角度不好，不然其实控住瑞纳达的话，说不定可以再逼一个闪现。但小龙要升了，先把双线的血量给打残。这个应该是不能再接了。FD 现在就是要找拼团的机会，但这种如果正面已经开始四个看四个或五个看五个的话就不能接，他们现在只能一路打扫了、嗯。那要看 PH 给不给机会啊？哇，这个经济幅度在四分半就突然拉了两、啊，暴增呢、欸。哦，还有办法打吗？在凯能这里输一等，看纳尔这把有没有出这个，欸、破城战斧吧。如果出了的话，已经出了、欸，出了，出了，他那么肥哦、喔，那好像边线已经没救了，好像打不怪不得他预示的不丢，因为他这个慢慢推就推掉了。哇，就感觉 PSG 的方式都一样啊，他们在做的事情都一样，因为他们的 BP 都一样，对，然后 BP 玩的也一样，然后做的都一样，所以其实大家会观众可能会觉得说，哎、欸，怎么 PSG 打的东西都内容都差不多？可是因为他们就在做对的事情，是对，每天都在做对的事情就会赢，那不需要做太多奇怪的事了。好、哦，看到了 ，MFT 想过来清下河视野。哦，这个 FD 还要接吗？因为我之前有在主播台上说过，我觉得 FD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他们在这种劣势的情况下，他们还会选择去接一些不该接的团。嗯，现在这个团接起来是真的没有任何的赢面呢。接不该接的团，可能是想利用打自己打团的技术，对，就是想没有去想靠操作硬拼。对啊，对，这个团真的要接，要怎么打？小金鱼已经是三分之一，然后戴安娜的大绝会被蔡哎、欸、抓到，欸、被交闪现、哦、直接跑，旁边后面有个瑞娜达的手伸出来。那这样子这个小炮要坐牢哎、欸，因为现在的辅助跟打野过不去，你看这里小炮就直接推到底了，然后下路直接白点，这个丢预设就掉了。这等于是从中路开始带野区的优势，再往到下路，小炮自己都爆掉了。这个靠龙过来，感觉就是想要找一个对方在吃龙，然后可能像刚雷震回线的时候早就会开。上路单人就推掉了，推掉了，怎么办？妈，这个破船战斧有点猛啊！然后这个下塔下路也要断，中上，应该说下跟上全断了，而且都是单人通关、欸。而且我刚在想，是那个纳尔最后一下不点，他是不是故意要让 Unify 拿守塔？这么 有可能，这么有这么细节吗？很有爱，有可能觉得就纳尔也不吃资源，他们打不赢我，不需要钱，是我就点掉了。你一定点掉，我一定点掉。你连河蟹都一定要拿。以目前看，他那个收手，我不确定他是要让塔多打点兵，还是就是要让塔、欸。我就说不定一举两得啊，他都有，都有他都想到了。你看这个，我们光是守三塔的数据 ，MFT 27%，等于大概只有四分之一的场次有拿到。那 PSG 呢？90%，只有一场没拿到，因为他就只有输，就输那一把而已，输那一把，对。所以等于是其他赢的全部都是他拿到守三塔，那就换个方向讲，拿到守三塔基本上胜率是100%。我这样讲应该没毛病，没毛病，没毛病。啊、在这个版本基本上就是长这样，是。对。那上下已经打爆了，所以现在胜率是66%。再把中路拿到，那就100%。现在又是三线被推，对。那这个三线被推，基本上这个中塔就是摇摇欲坠啊、哦。嗯。对，那。哦，瑞纳达来了吗？瑞纳达被踢到，但那个手哦、啊，一直伸不出去，很像那张隐形的手，在控制整个游戏的流动，找不到进攻点。那我跟你讲，他快有隐形的翅膀了，快上天了，是快升天了。他真的找，我现在看 MFT 是完全没有进攻方向的、啊。
他们找不到进攻点。应该说他们没有打点，因为他们现在要的就是利用可能前面的阵容去打团，但他们现在已经知道失误太多，所以根本就不能开。但他们现在要打的梦幻团战就是以多打少，像这样子，如果开到一波，大绝该来了吧？可是菜啊有大啊，这到底怎么开啊？可以收购一下了吧？哦，瑞亚达大绝丢丢看，这个可以收购啊。他可以让对方很肥的这个差呀有机会嘛？而且现在 PSG 我觉得他们在优势那么大的情况下，他们还是有点在避团的感觉，就是我就是不跟你打，我就是纯用边线把线带进去，拉爆你，我不要犯任何一个失误，让你有机会去打一个逆天的团战。没错，这个是算是最比较偏韩式营运的打法。我觉得延续你讲的这个，就是当可能上比较上位的队伍在打的时候，就会觉得那我何必？我只要这样子拉扯就会赢，我不用跟你去拼你想打的东西。应该说换个角度 ，FD 现在只能靠打团打团啊，那我干嘛跟你打团？对对 对，我跟你打团反而我是亏的。没错，对，那我就慢慢分了。你看三条线都一直在带啊，上路也感觉快 hold 不住，这个感觉是顶不住了吗？那个破产战斧好硬，这个二加一试试看吗？只不管怎么样 ，FD 一定要找一路带闪的。所以也没办法，这里要加上也没什么意思。这也是前面他们有提到，就 PSG 的这个视野做得很好。哎，又来了，开车，就他们是亲眼亮。哎，来反打一个六六五，是用自己的所有换步来硬打，那吃了药还是倒了？哦，这个大拳凯能进来，在这个战壕里面垫了三个人，不过吃了虚弱。凯文的反应，跟着 Unify， 哎，他没有虚弱哎。为什么？一口一应该是雷兹的吗？来看一下后面鳄鱼进场是开了一个大绝，不过伤害看起来补的不够啊。哇，那这波打完就应该是宣判死刑了。哦，这一波其实我觉得是瑞纳达一个好机会，但关键是塔口进来的时候他是被蔡雅的虚弱到吧？没有，蔡雅是刚放的，所以我刚刚想是不是雷兹的那个法术先换了，然后有可能呢、欸。雷兹法术先换，然后因为他有等于是这样，我刚刚有特别看了一下 Unify 的那个虚弱，他好像是后面才按掉的。因为哦，哎呦，按、下来、欸，哇，打药不怕。他、死了，那也没办法，他怎么在这边？就运气不好，而且他不用闪，他空中被翻下来，空中就翻下来了。啊，先是一波，我觉得戴安娜已经这样开到两个，但没办法，对方的 AD 就是差呀，他就是一个大学就化解，然后就一个羽毛回瓜，这波团就差不多了。你要看一下 replay 吧，我不太确定，好像我确认一下，我看是差雅的虚弱，哎、欸，雷兹有虚弱啊，对，雷兹有虚弱。哎、欸，你看第一波嘛，这里看到两个人在面前一定开，哇。这边都是让还是他们两个虚弱同时套凯的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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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蔡雅是哦，蔡雅是后续套的，他套在二。而且我刚看了一下那个恶意收购，其实效果很普通哎、欸，很普通。哦，在塔下强杀，哎呀，又抓到一颗头啦，月亮被击毁了，而凯能 TP 过来，手上没大绝。哇，那这个塔要，哦呦，瑞亚达快没了，再一个抛眼就死啦，赶快跑吧，瑞亚达快没了。那中打看起来岌岌可危。那刚刚有提到的，拿到首三塔胜率100%，这个要上高地嘞，没有人能挡哎，挡不住。这个如果狠一点是可以撞高地的。那就看一下这个预示者撞完小兵刚好到，刚好到再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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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好稳哦，不正面碰团不给机会，是真的不给机会，不给机会，再往回去看那个小龙，这小龙应该也是稳拿的。是刚刚的这个坐电动门过来的，哎，就戴安娜这边想刷这个野，因为这个野在不刷，其实对方等下补完之后也是对方的，所以他是贪的这一波。哎呦，你知道闪现刚好遇到一个迎头袭来的火龙啊，那这里就再多掉一颗头，哇，那这边就只能抱团了。可是现在抱团，这个团要怎么开啊？哇，鳄鱼都扛不住，抱团，有人说到抱团吗？凯威冲进来了。目标转往六六五身上，用自己的所有换步加大绝一吸，月云的大绝刷下去也没什么效果。而小金鱼被留在了前面，这里是被踢回来了。凯南开了一个大绝，是窄口大绝，恶意收购，是把 PSG 的三个人打在一起。不过后面有一个被开启鬼步之后往前追击，往前的扩散伤害太高了，被继续往后追。在塔下这里的鳄鱼还没有被放倒，但凯南也是加速直接跑掉，应该是由凯云这里来扛一下，还有盾哦。有哈娜比就收下了鳄鱼的击杀，哇，那好像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应该说很早就有点定掉了。PSG 这一波其实开的没有到很好，但就是用高伤害，尤其是蔡雅，他一个就是这样慢慢刮刮了4000。瑞空第一时间进场其实是扑空的，他怎么只有一个伤，有个66啊，就点不到人呢、啊？哦，好吧，那个蔡雅是从头射到尾，4474。因为纳尔这一波其实大绝也没有翻到什么人，但就是慢慢追，用伤害就压过去而已。好啊，那当
哎，晕倒在空中晕倒，狂笑猛击挥回来，上路再单杀一次。哇，这个好像三项破船战斧的火龙，再一个抛岩，然后往回晕，再抛一个 lucky ball go， 啊，结果 go 到一半之后，赶快往后交闪先跑。火箭跳跃往前，小缓冲他的比赛，他有三项之力，小胖有打药，站起来。哇，站不起来啊！完了，金枪不倒的传说被放倒了。此时的瑞亚达走来走去，被旁边的贝给闪过来一阵捆绑。左右开弓，先打鳄鱼，再电瑞纳达。这个发现鳄鱼电不死，电这个瑞纳达好了。好，这让绝汉收下这个击杀，感觉很无助哎，什么都做不了。没伤害，没控制，没塔。那这中路 Unify 已经在推塔了。是。那这有点狠啊，怪不得他的这个伤害占比那么低耶，那好像不需要他哎。对啊。那是有点狠。好开心哦。这把已经。打开了，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翻盘的机会，这个可能要偷巴龙吧。主要是右边的角色组成吧，你鳄鱼有时效性的，戴安娜现在这个状态不可能祈求他 carry 嘛。而且有一个比较尴尬的点是，小炮是大后期角，他现在十等，他手长不够的话，其实菜啊是可以不被他 A 到的情况下一直刮他的，所以小炮也没有输出空间。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，对方这个开团阵容菜啊的这个操作空间真的太大，他现在虚弱的转号一万二。一万两千六，海威应该不会那么狠，直接闪现开吧？嗯，我觉得以我们认识他们的风格，感觉不太会啊。我在想，等下会不会是一个开车的画面，把纳尔直接送进去吗？大纳尔送进去。其实 PSG 在拿到雷兹之后，很常玩这种套路。是，不过中路升一个裸兵营，火龙已经先变大了，火龙已经先把自己的大形态给打出来，来喽，来直接强开，想强开，踹了一个凯南，狂跳猛击推。是把戴安娜推在这个墙壁上面、兵营上面，鳄鱼直接冲进来，到顶了一个虚弱硬收，不过收不掉任何人。Unify 收下了一个 double， 继续往前。哈娜比身上挂了很多很肥的装备，再一个骨头回力镖，射下了小炮，还有一个凯文的护盾帮忙一下，所以这个爆弹炸开并没有带走哈娜比。那看来这把游戏已经结束了，应该是结束了，20秒的时间应该是足够猜的。哎、欸，哦，我以为他们还要走哎、欸，再玩一下，再玩，不要狙，再玩一下哎、欸，不要狙。啊、凯文还没上车、欸，兄弟，我等我一下，我还没上车啊，兄弟等我一下，哎、欸，往前闪电想电，电死了一个1000块，电死了一个300，直接进账1400，哎、欸，打的是很稳啦，但后续这两个跑不掉啊，哇，结果他拿了一个1400，哎，舒服哎、欸，舒服嘞、欸，他这波直接虚空哎、欸，难道还有点伏笔吗？伏笔吗？你觉得像吗？不像。我也觉得不行，因为好像这两个人也没差哎、欸，因为那个纳尔好像无敌，就这个啊，你人家走了你不走，死有余辜啊。不是他要走，只是他上车的时候被断了，被那个公车门夹到，被零检。这个就是我直接硬开、欸。其实这里你看瑞空也是开的没有到很好，他就控盾，然后就应用伤害一贯。那纳尔这里这个翻，直接只有翻到一个，他是把塔口推远，而且有点绝望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刚刚那个瑞纳达大绝有轰到。雷兹跟岔雅，但是因为呢，岔雅出的是这种偏雾川的、就是，所以普攻还好，影响性不大。对，普攻还好。然后雷兹出坦，所以等于是岔雅在点雷兹不会痛，那等于那个大绝就没什么效果了。那感觉还是稳稳的要拿巴龙、啊，太稳了，太稳太稳。不过确实啦，稳到再去拿小龙吧。他这样我觉得就不厚道，就是不给年轻人，不给年轻人机会。就是打得太稳，这里感觉是吃完开车嘛，往上开、啊，往上开啊，开车。有啦有啦有啦，还是很有纪律性的。那 MFT 是不知道怎么守，我说这个不知道怎么守、欸，哎，要守要接，接一定知道自己接不赢，连兵都清不掉、啊。对，那个超级小兵中路打到手酸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这纳尔就这样站着啊，让那个兵慢慢的伺候 MFT 的人就好。对啊，然后你看小金鱼努力点啊，那个兵都清不掉。我刚不会。应该会 TP 过来吧，没有理由再打一波了。不会啦，不会，不会，来，下来是一个机会吗？被 TP 下来，不过汉娜比这里的大娜现在快结束了。哇，这里鳄鱼已经开大了，所以 PS 就可以等一下。哇，这刮一下是三分之一啊！他被羽毛刮到，小金鱼小炮就没血了。钢铁羽毛哎、欸。哦，霍克斯是你，那就看一下。哇，又刮！凯南来了吧？凯南，戴娜直接吸，凯南电谁？凯南电三个，电四个。有机会吗？没机会，鳄鱼直接被融化掉，连技能结束之后665应该都要被射倒了。有凯文拿下了一个 double kill， 那剩下来一个小炮，一个别、再刮了，瑞纳达也 hold 不住，也 hold 不住，怎么办？再刮厕所，哎，刮死！
跟菜瓜不一样的一个一个刮掉。那再来我们要恭喜的是 PSG 26-5拿下这场比赛。哦，就打得蛮轻松写意的，11胜1败，有点强，一败之后11连胜。嗯，调整速度很快。我们换个角度想吧，就是 FD 他这一把感觉是选了一个。在前面几选就算是有想法的阵容，对，我要打戴安娜跟鳄鱼的套路嘛。那鳄鱼这个转线也让可能对方的李金雷兹比前面比较没有方向，是。但真的开始出现问题的话，我觉得在那个预示者吧，沟通上真的有问题，就是打的就偏袒，就是你我想要收线又想拿预示者，但就是大家没有在做同一件事情，就直接被 PSG 惩罚了。然后加上这个对线的能力，真的好像瑞纳达跟小炮这个组合并没有看到那个效果，他们是。他没有连线，就打线各玩各的。打线的时候就已经被线杀了，而且那个真的，我离打赢好像有一段距离。对。然后上半部，哎，确实我觉得还是有点 ID 问题啦。就是你拿了一个凯能，你虽然前面跟火龙打得有来有往，但真的到那个破团战斧出了之后，我还是 hold 不住。就是你等于说你前面的优势不够大到让你能够去接中期的一些小团。目前瑞纳达全败，对不对？全败，两场全都输嘛。都输，而且都蛮就比较没有什么存在感。对，虽然他的大绝是那种可以笼罩。基本上半张地图，但好像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个乱战那个。没有没有，因为它秒数很低啊，我觉得好像点满是2.25秒。最主要是我觉得，毕竟是软辅，对，你软辅在对线上的要求就赢的很多。但目前选到瑞纳达队伍对线都不像什么，你选到你不如选露露什么卡玛，你那个对线压到以前的纳米类的，对对，他对线都赢不多。然后真的到了拼团的话，好像。说实在，这角色有点吃人家脸色，就人家不站在一起的话，你好像那个大绝大到很多人也没什么意义。那这个角色的目前的怎么讲？正确解答在哪边呢？就不知道，可能需要来一个 buff 吧。就还没有人，他好像是被调整过，对，他是被调整过，他好像调整过伤害、哦，所以因为我记得他第一周登场完之后，大概过两三天，他的胜率在。solo 上，我们讲这个是，就是在一般玩家上面就已经来到了 T1 了，就第一个顺位的辅助位了。那他因为那个关系，所以他其实有在下修伤害面的。那现在看起来职业赛上面的话是没有太好的，在我们的赛区里面没有太好的成效。应该说他打线有点容易被惩罚，而且这比本来职业比赛队伍就比较有纪律性，所以你也很难真的被他一个开到太多人。而且另外一个点吧，就因为你打到是 PSG。好，就 PSG 不愿意跟你接的时候，他是真的不会接。他们 B 团 B 得很好，他们直到 PSG 要跟你接团的时候，不是我已经一万五了才跟你接。对啊，来看一下本场的输出占比，好，在小炮这边只设了10022，好，这个是输出位。然后鳄鱼的话也玩不到游戏。另外一边的话，纳尔是打出20094，跟差雅的24152。这个就我觉得 PSG 这季的风格就很特别。上一季有 River 跟 Maple 的时候，就是靠强力中野嘛。但这一把的现在的这个九汉跟这个贝的中野，就是比较偏 cover 队友、支援队友。那目前他们确实也找到了一个赢游戏的方式，因为 Hanabi 跟 Unify 目前感觉两个人都是站得出来，是，就他们的输出是够的，不会因为可能少了 Maple 跟 River 之后有所影响。比较可惜啦，就是有新菜端出来，但是吃起来不好吃哦，所以比较可惜一点。就期待后面呢，能把菜这道菜做好。再炒一下，再炒一下，再炒一下，再送回去让厨师料理一下。就回去可能再研究一下这个体系，瑞纳达的体系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本场资深观众将来选手中喽，应该是哈纳比吧？哎呦，要恭喜火龙哦，哈纳比以纳尔这个角色7-8的战绩拿下本场资深关键。那输出占比也来到了28.28%，经济的话是4268，哦，那是因为他有个人推掉很多塔嘛。我觉得就是目前哈纳比在 PCS 上路可怕的地方，就是没有人能惩罚他。是，他拿这种可能对线应该要被制裁的角色，就是可以4平8稳的跟你弄。而且目前哈纳比应该也是 PCS 纳尔控怒控最好的选手，基本上每一波团他的怒都是。能够在对，然后或者 TP 下来的时候直接变大，对对，这个我觉得在经验上面啦，这个 Hanabi 现在应该也算是 PCS 的老选手了吧，是，对，在对到这些年轻的上路选手的时候，确实其他人都要交点学费。那要再次的恭喜火龙 Hanabi 以及 PSG 拿下这场胜利之外呢，也带走了本场制胜关键。那同时呢，我们等一下会来到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，会由 Frank 来出战的是 HG。那目前两支战队呢，都是在应该算是在后4-5名之下，就是后段。Frank 有中后段，他现在就是在一个第6名啦。对，那离第5名就是三。就如果 Frank 这一把赢下来的话，他们会超越 MFT。然后如果输的话，会都来到。4胜8败的成绩，对，他就会如果赢的话，就稳稳坐在第6名。对对 对，所以到时候也期待一下待会的表现。那当然，其他的数据面或者是其他的资讯呢，接下来跟大家聊一下。
那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，再次恭喜 PH 拿下本场的比赛，来到了11胜1败的成绩哦。目前的话，应该算是拉开了不小的差距。那今晚休息一下，回来呢，就是今天晚上最后一场比赛喽。